太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少儿组总决赛冠军争夺战。首先为大家介绍现场61位强大的评审，这当中有20位专家评审，他们分别是著名二人转演员柴宝玉老师，著名二人转服装造型设计师冯丽老师，欢迎；著名二人转演员何小颖老师，欢迎；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郑淑云老师，欢迎；著名二人转剧作家龚庆山老师，欢迎；黑龙江省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孙淑梅老师；黑龙江省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张野老师；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徐小军老师，欢迎；著名二人转作曲家金世贵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伟老师；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子平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淑平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童长江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孙小丽老师，欢迎；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尹维民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宝贵老师；著名二人转导演艺术家贾慧民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郑桂云老师；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徐振武老师；著名二人转演员小豆豆老师，欢迎20位专家评审。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10位媒体评审，他们分别来自东亚经贸新闻、集合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长春电影制片厂、吉林日报、城市晚报、新文化报、新浪吉林、中国吉林网。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场上10位团长评审，他们是来自3省1区各大剧团的团长组成的，他们分别是4平话剧团刘成刚团长，欢迎；白城市集剧团严喜坤团长，欢迎；大安市剧团陈立平团长，欢迎；永吉县集剧团徐晓霞团长，欢迎；榆树市戏曲剧团于庆全团长，欢迎；公主岭市集剧团陈默然团长，欢迎；东辽县山性艺术团刘永慧团长，欢迎；东北风二人转艺术团张亚学团长，欢迎；松原市满族艺术剧院赵彩霞院长，欢迎；辽源市艺术团张晓东团长，欢迎10位团长。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场上21位来自东3省乃至全国的大众评审的代表，欢迎你们。本栏目感谢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的鼎力支持，在现场大家所能听到的美妙伴奏音乐出自于小蜜蜂乐队之手，掌声送给他们。最后我们还邀请到了吉林省长春市国民公证处的公证员为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监督和公证，掌声送给两位。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比赛规则，当3组选手唱完正戏之后，会由我们现场20位专家评审和10位团长评审共同来投票，这个时候票数累积，但是不淘汰也不晋级。当3组选手进行完才艺的展示之后，会由我们现场10位媒体评审和21位大众评审代表来共同投票，这个时候票数进行累积，票数最低的那一组就是我们的年度季军。而在永斋桂冠这个环节，当我们的2组选手完成全部的比赛之后，会由现场61位评审同时举牌，票数领先的这一组就是我们的年度冠军。二人转总动员，精彩乐无边，耶！冠军花落谁家？一起进入童声
夺人。同生夺人，此环节为总决赛选手的小帽展示环节，评委点评不投票。遇见了崔莹莹啊，
大家介绍一下场上这可爱的三组小选手，他们分别是第一组古灵精怪的丁宝成、侃珊珊，第二组是活泼可爱的房洋洋、贺家伟，第三组是成熟稳重的王静慧和马帅。看过了他们的表演之后，我们想先来听一听韩子平老师您的感受。这个动作齐整，舞会精彩，演唱动人，而且还特别会演人物，在小帽当中，这是咱们一直提倡的，重视比赛，选择好了剧目，战斗到最后，那才是最大的赢家。不要轻易的洒水，不要轻易的不努力啊！重视每一段，每一句台词，期待你们有好的表现，谢谢。谢谢韩老师。那徐老师，您也说两句。这些年来呀，我们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和这个栏目共同培育咱们这个栏目哈，咱们成人组、老年组、少儿组走到了七个年头，我觉得我特别欣慰，而且我看到了成绩，看到了老年组，看到了成人组，尤其看到了少儿组，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满意，你们是我们今后的接班人，我们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所以说孩子们，你们要戒骄戒躁，老师期待你们更好的成绩，谢谢。感谢徐秘书长，谢谢。那小帽听完了，接下来该看他们的正戏了，来，一起进入好好学戏。好好学戏，此环节为总决赛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由专家评审和团长评审共同投票，票数结果累计进入下一环节。
我羊，咱们两个不一样，你属绵羊，我属山羊啊，现场把绵羊找羊找羊来，他们变成帮啊。觉得今天发挥的怎么样？哎，觉得发挥的挺好的，但是啊，有点紧张。为啥紧张啊？因为我想让一个老师给我点评点评，我还害怕。你还害怕？还想让人点评，还害怕？嗯呐。哦，什么意思？你想让谁给你点评？我想让孙小丽老师给我点评。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先别说孙小丽老师的事。我问问你们啊，你说这些选手来比赛？基本上都不是说比方说一副架就这么来了，都有什么好朋友啊、长辈啊、同学啊、亲戚啊，什么这些人来，你俩有没有啊？嗯，没请。没找他们是不是、啊嗯、为啥不找呢？嗯，没想啊。没想那么多是不是、啊嗯、没关系，我给你们找一位嘉宾来给你们助助阵好不好？谁呀、啊、光矮哥？谁呀、啊、来，咱们掌声把他请上来。大家一定对他都特别熟悉，这是咱们第三届吉林省二人转大赛的冠军王倩倩，来掌声欢迎一下。谢谢倩倩，先和咱们的观众朋友包括老师们打个招呼。评委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当年那个小王倩倩。告诉大家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一直在学习，正在努力学习二人转。现在我也是公主岭市的一名青年演员，谢谢。哦，进公主岭团了是吧？哎，对。今天你们陈团长在这儿呢，陈柏然团长，他怎么样啊？他，你给大家说说。非常好，而且这个，我们今天演出呢，今天三场演出。哦。我俩这个接到咱们那个二专，咱们那个这总队员那个电话。所以说这个机会难得，我就把他领来了。哎，那陈超，我问一下，为什么当初想到要把倩倩，就是邀请他到你们团去呢？首先是名气啊，因为咱们总队员呢给了他一个平台，所以说这个，现在也属于家喻户晓的小名人了。这话对，哎，是吧？所以说这个，包括我们下期演出，
这帮那个农民朋友啊争着跟他照相，从将来的发展角度，千年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栋梁，所以说非常有发展空间。那今天你来到现场，来到舞台上，还有一个任务，对不对？要给他们加油，是吧？对，来说两句。我今天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为这个三组弟弟妹妹加油打气，希望他们不要紧张，要放松，比出一个好成绩。再说今天我来也是想和他们学习学习。哎呦，太谦虚了。这样啊，一会儿等咱们才艺表演结束之后，让倩倩给咱们再来一段，行不行？现在我们先掌声请她下去休息一下，来。谢谢倩倩，谢谢，再见。哎呀，这回话得说回来，刚才你们俩是想让孙小丽老师给你点评一下，是不是？想听孙老师的点评？嗯。但是我也不知道孙老师愿不愿意呀。孙老师，我当然愿意。你们好，你们好啊！我非常高兴，看见宝成和珊珊的演出呢，就特别让我震撼，真的让我感动。你们两个的表演让我震惊。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把两段一段情戏演得那么到位，我真是挺感动的。说实在的，这种因为二人转还是情戏多，如果说让孩子们去演，真是难为他们，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心跳，什么叫心动。你们的字正腔圆，你们抑扬顿挫掌握得都非常好。我唱了30年戏，我自己总结的，两个演员表演主要是气息和节奏掌握得要好，所以说你们那细节的东西真的表演得特别特别好。一个小眼神，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对视，可能让我们心动，非常非常好。特别是《巨大纲》呢，也是我和尹为民演的戏，我呢已经演了20多年这个戏了。今天看到你们两个孩子的表演，真是比我们当年强得多。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至于是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你们都是最棒的。谢谢，谢谢。好，谢谢孙老师。尹老师，你这段唱的也特别好听啊，你给说两句吧。说两句，那个刚才小丽说了。说得非常好，说得也非常到位。我说一下啊，这个巨大纲，因为这个戏啊，我是在咱们吉林省戏曲学校学来的。当时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感觉就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个是二人戏，是两个人，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的。它不像二人转，它有这人物啊跳进跳出，它是贯穿到底的。所以他的内心这种揣摩，包括人物的这个把握，哎，这个很难。就是说这个戏呀，咱们要发扬，要传承，真是发扬就要靠他们了，对吗？主要是靠你们俩了。今天我看出来了，这小咕噜锅演得好，非常有天赋，这种表演好，谢谢啊，哎，非常有天赋啊，这种表演能力，还有这小女孩演的，惟笑惟妙，非常好。那小眼神，那动情，哎呀，所以啊，说句玩笑，这俩小孩表演的非常好，非常到位。但是我唯独说一点啊，可能是孩子小的关系，特别这小咕噜锅的，好像气息有点不太够用啊。小王二娘，小咕噜锅子表演的非常好，祝贺你，祝贺你们俩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谢谢。直溜溜踏空